哎呀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终于结束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打榜真的打得我是脱了一层皮啊。哎呀，还好一切都结束了。在这里呢，要感谢所有为我投过票的小伙伴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大家都辛苦了啊。虽然呢，我们这次的名次不是特别的理想啊，没有进入我们的目标前十，但是我们都努力了，我们都尽力了，对吧？所以我是没有什么遗憾的。套用我跟别人说的一句话啊，年年都进前十，那也挺没意思的，对吧？哎，不过有一说一啊，这次在贡献榜上前300的粉丝，记得都来私信我，人人都有奖，我王小薇说话算话啊。不过呢，我可能要统一下周一来回复你们了。一来呢，人真的太多了，我要一一核对，不能搞错。第二呢，哎呀，我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，这个周末让我好好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休息好了才能去给你们做精彩的内容嘛。啊，不过我知道啊，周一很多人开学了，但是没关系，你给我留言，我会联系你的，没有关系啊。这个一周以后，哪怕周末的时候，如果你才看到我的消息的话，也是有效的啊，不会作废的。我们定一个时间目标吧，两周内，好不好？两周内都是有效的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赶紧进入本周的翻牌子环节吧。努力谈谈说，我来提问题了，板娘小薇，你最喜欢什么日漫呢？哈，这位同学呢是一位幸运观众，是我在上一周里的 QA 抽奖的时候抽到他的，然后呢，他就可以直通本周的 QA， 可以向我问一个问题。好吧，日漫啊，那可就真的太多了，什么火影啊、海贼啊、柯南啊，都很喜欢。而且我还有个外号，你知道吗？叫夏洛克威，我其实也是一名侦探。但是呢，最新的很多呢，我是都没有看的，实在是没有时间啊！啊，这一天天的也太忙了啊！对了，大家如果什么好看的日漫，也可以推荐给我啊。我有空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周末，我就可以去补补课。李逍遥时间到，说为啥看别人的就有感觉，看小薇的就有啥感觉？哎，我真的要好好反思一下，这一天天的给你们留下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印象？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更可气的是，你这边说什么感觉都没有，而且还像女装大佬，我那边就过不了审核。那不要这么双标对待我吧。哎呀，我的视频总是各种违规啊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不然的话，这次投票啊，不至于就这个名次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以后这种 cos 不录也罢，你们以后不要再叫我录什么女装 cos 了啊，我不适合。没关系，没事干嘛要 cue 我？然宝贝诺说，微微姐，我想看你被挠脚心，求你。哎，你这是啥癖好呀？啊，为啥想看我挠脚心啊？说你是不是在暗示王小姐来整我啊？前两天拍视频的时候，我的脚踢的都红肿了，看得到吗？好像看不到。只好我们一点不太一样啊，算了，给你们看照片吧。哎，不过俗话说得好，痛可以忍，痒不能忍。我想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人会不怕挠脚心吧？啊，但是我是谁？我是王小薇啊，我就不怕呀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怕痒就是怕老婆，我又没有老婆，我有什么好怕的呀？啊！白小纯说，玩了永劫无间，再回去玩下撸啊撸，我发现我更冷静，玩撸啊撸更强了。看来长期的蹲草磨砺了我的心性。哎，我最近呢也迷这个永劫无间，迷的是不要不要的，明明菜的要死啊！一个青铜局被虐的是不要不要的，我就是不服输啊！一遍一遍的打，怎么的？最后我还不是段位升了吗？我技术也提高了，对不对？看过我视频的人都知道啊，已经好起来了，越来越好。我现在都能带我队友吃鸡了。好在这吃我最后一刀，腰后和实力，哎，你小心点，跟我打铁吧你！打一个，看到了没有？哎呀，不愧是全村的希望呀！这游戏吧，就是太难操作了。你要说磨心性，还真能磨，就是看你想磨成啥样子了。挺过去是佛，挺不过去可能就成魔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周 Q&A 的所有内容了。哎，我的新发色好看吗？哎，有没有跟我很配呀？好看吗？好看的点个赞啊！好了，本周的 Q&A 所有的问题都已经翻好牌子啦。如果你也想参与到 Q&A 问答中来，非常简单，需要在我所有的视频下方进行评论留言提问题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下周再见吧，拜拜。